摸到它了，摸到它了，在这个位置，你看这里还有水流出来，估计是它的洞。你看这种旁边有水渗出来，我摸到它了。哦，天哪，天哪，天哪！哎呦，大家看这里，福寿螺多吧？哦，都满了，我去，成千上万了这种啊，哦，都挤满了。这种拿回来炒的话，漂亮哦。看这里，福寿螺成灾了。我们抓几只回去炒。大家看这些福寿螺，啊，多不多？这里随便捡的话，应该都有好几十斤了哦。嗯，特别这个位置，哎呦，都挤满了，你看。哎，这个好像有黄鳝，有黄鳝的洞这里啊。嗯，你看这个位置，嗯，满了，抓几个回去。哦，这个也大，嗯，这个也不错。这个洗的，哇、哦！抓几个回去实验。哎呦，这种什么黄釉的，哎呦，太多了，哎呦。我这个拿回去泡到硫酸里面去，看它会怎么样。这一种你看小的也有，小的也有，这一种呢就是可以炒的，这个不过太小了，石螺。哎呦，这个不知道在干什么，可以了，够用了，来，这里还有一只螃蟹，这只螃蟹也抓回去，啊，没东西抓，水蛇，估计。哟，这鸡不是啊？黄鳝啊！黄鳝啊，哦，黄鳝啊，连那谁都不知道啊，黄鳝啊！我看到，来，他的头，他的头，他的头出来了。刚才我看到，你看到没有？啊，估计有比较大的哦。蛇，慢慢的摸哦。水蛇的话，应该没毒。摸摸它的尾巴，把它拉出来。这条比刚才那一条大。哟，还有洞，有洞，这条我要把它挖出来才行。我的天哪，摸到它，摸到它了，在这个位置，你看这里还有水流出来，估计是它的洞。你看这种旁边有水渗出来，我摸到它了。天哪，天哪，天哪！我的天哪，好麻、啊！你看那个角落，那鸡不知道是什么呢？那个角落啊，
在那个角落哦，来，对吧？那个角落一直在动啊，哎，它的头是黄鳝吗？嗯，不是哇，哎，黄鳝哦，爬出来了，洗了没？没洗，嗯。没洗是吗？啊？嘿，假装嘞，来，看这一块，说不定下面都有蛇。嗯，又有螃蟹，螃蟹，这只，哦，它脱壳了，哦，那边还有一只。螃蟹多，我们这边啊，哎，这只没爪子了，怎么它的爪子断了？哎，这里又有一只，爬得好快，这只也没有，哎呦，这里，你看这里，那、哎、这里也在动，嗯，哎，那边好像是蛇吗？嗯，这堆有螃蟹多。嗯，等一会又挖出蛇来了。哎呦我去，这一条吓死人了。哎，这里有啥？又有一个洞。嗯，这个应该没蛇，来找找这个大鸡。嗯，这个可能有哦。哦，看到一只螃蟹了。这个，哎呦，这只够大。这个还有。可能一个洞有几只螃蟹也有哦，有一些螃蟹很懒的，有一些螃蟹很懒，它不想挖洞，它跟它的同伴一起住，那种情侣蟹啊，这哎呦，这只哦，这只好大哦，这只真大，出来，哎，这边又有了。哎呦，这鸡，嗯，这鸡螃蟹拿回去油炸好了，看还有没有？哎，怎么还能爬出来？不知道。来，可以了，我们拿回去。把这个螃蟹，我们拿回去，把那个蚂蟥放进去。